你的一切不过都是你爸给你的，没了你爸什么都不是。你骗我。我能够相信的人除了我爸爸就只有你，只有你。我爸爸已经不在了，我什么都没了，我就一个人了。只要我活着一切都有希望。我把藤原买回来了，我不会看重你们任何一个人。你信不信有神，我就是神。让藤原和大家一起走下去就是我的道，无论前面的路有多难走，只要我决定要做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做到。买一双58的防臭生态袜，就送一双价值79元的藤原鞋。能不能放过我呀，谁敢在我烫到我的光两个报警。终于明白了，工厂必须存在的唯一。如果没有集结传统制造业，就像黄晓明这样出生的女孩子，怎么可能会有机会走出大山，改变命运？既然她已经出来了，我就不能让她再回去。一个月卖20000双鞋，是我的起点，也是藤月的起点。我要把这双鞋重新做回行业前十，做出中国市场。我要百岁的藤月，再辉煌百年。哎，不好了，咱们鞋出事了，合格了。咱们鞋不合格。我难免会因为经验和技巧的不足而摔跤，但是只有摔了跤，我才知道哪里有坑。爸，我就快守住藤月了。你从一开始就计划好了要卖藤月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你需要道歉并解释在藤月百年盛典上的过激之举，推动两家公司并购的流程，离开藤月。如果我不同意呢？不过你也并不能够阻止安奈达收购藤月之后把藤月的所有营运解散。这不是道歉是什么？你跪在我面前，你求我一个人担下所有罪名。把不属于你的东西丢掉，你就可以轻松上阵，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？你信不信有神？这个世界上没有神。可是我想把前方乐团变成你来成痴，这就是现实，这就是命运所向。50天你卖30000双鞋你就来入职。我以前在藤月吧，就只顾着怎么用设计或者营销去做产品，但是进了藤原鞋之后，我才认识到我们还需要不断的研发，用更好的技术去做更好的鞋，这才是品牌发展的根本。